9月7日，歌手黄明昊出席其代言品牌发布会，现场穿出一身简单的蓝色西装，看起来非常的嫩。这款蓝色西装款式简约时尚，感觉很惊艳，既有清新的感觉，又有型男的气质。今年真的很流行亮色系的西装，男偶像们也开始偏爱这种亮色系的造型，显得更加的鲜嫩。黄明昊的发型非常的亮眼，六四分的卷发特地做出了一种凌乱美，浅黄的发色看起来非常的洋气，重点是还留了一小撮刘海挡住了眼睛，看来是有点酷酷的。黄明昊其实是娃娃脸，而且很有花美男的感觉，所以这种发型显得很时尚很洋气。现场黄明昊表示，未来想成为反转魅力型艺人。其实我最喜欢的应该是反转魅力吧，对，应该比较适合我，就是在平时在生活中可能会比较稍微可爱一些，活阳光一些，然后呢在舞台上就会比较反转一些，有魅力一些。对，黄明昊透露可能近期会参加一些新的综艺，准备发行属于自己风格的歌，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综艺，然后也会出关于自属于自己的歌，然后希望大家要多多支持。对，应该就是属于我自己的风格，因为可能会从词到作曲都会自己来完成，所以说可能会比较属于我自己一点。非凡娱乐上海报道。